嘿，元小旦，你怎么又用这种无辜的眼神看着我呀？不是吧，你又来了，就知道你又来求安慰，是不是要我给你摸肚子啊？好啦好啦，意思一下就可以啦。你怎么还不满足啊？哎，又要抓痒痒肉了。要不要把你送到别人家去当小宝宝试一下？好了好了，这下你可以睡觉了吧？